是安都龙凤海的东西，还有大水。那这几年呢，县政府就了解了这个龙生宫的自洪池完成了以后，你大概呢会使容纳到我们十九个这个游泳池的一个量47000多啊立方米的这个水量。再来就是咱的这个基啊，规划来内包括咱的进修路啊，跟咱的这个啊双平路啊，这个下水道以及呢我们的主方下水道啊，都陆陆续续完成之后，那如果咱的这个吞吐的这个量呢能够更大。所以为咱的这个六月时阵的这个大桃园加金马啊，目前已经好在啊，已经把园林的这个制衡的一个部分有显著的一个进步。那这一次还是要拜托咱的乡亲，头前后边最高啊，大家也是爱来亲亲的吼啊，以后咱的这个水消耗也更加紧。那这个后面的围栏啊，拜托大家务必一定要啊注意啊，风开时阵尽量减少出门啊，确保我们大家的一个安全。在这边还是要再次的谢谢施工所跟我们水利处所同仁的用心在努力。那我们会逐一的把彰化县过去可能就是时常淹水的地方啊，这个透过我们的地下道的下水道的一个整治，或者我们的一些自洪池的一个做法啊，让呢我们的水能够疏散的更快啊，火烂的灾土能够更安全，也安全距离。有时候确实，我来的话，起码得看到压力去分手。啊，这都是爱甲面上，爱到位，就是风灾时阵，茫分手了。我捌一届讲，啊，看了都，阮鹿港常常拢流过迄淹淹水，你知？啊，我都看了都无代志，转去一个半点钟，甲讲淹水，我讲哪有可能？去看就是拢安全。而且，粪扫都是离门口都最近的。老爷，啊，所以这个变作是就是。